咱全体学员吼，要准备要上课啊！那么咱开始上课，起立！咱请讲师就位，请坐。我来介绍咱今日这个讲师哈，这个赖校长，赖振兴校长哈，赖振昌校长啊，是这个啊，做很有名现任的。那个台北商专，你捌听过吧？台北商专怎样举手？啊，你是台北商专毕业的举手？啊，都阿无半个。好，伊真歹考啦，我讲真歹考啊。那个原来是呐，讲这个啊，做职业技术学校，台北商专是第一志愿的，哈、哦，本来就很难考。赖校长呢，这个啊做，就是本来啦哈，本来是迄个啊做。名字叫做台北商专嘛，哈，啊，即马伊即马争取变做台北商业大学，哈，啊是台联的即个不分区的立委的当选人，伊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国立台湾大学商学博士，啊，国立中山大学气管博硕士，各位，请这少年的台湾的人才啊，实在讲哦，会当请人安尼爬起来无几个呢，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哦，甲欢迎起来。啊，稍等下吼，稍等下伊个课吼，啊，咱听啊，莫做笔记哦。啊，这笔记我讲要等下要考试哦，啊，考袂过重修，我先跟你讲哦嘿。啊，无咱即摆时间啊，来交吼这个做赖校长，赖校长请。好，谢谢谢谢咱的秘书长啊，甲咱各位的台湾勇敢的台湾人，台湾的先进，大家好。真欢喜，今仔伊嘛有这个机会啊，吼，来遮甲大家见面。我其实我拄只顶一节课，我就坐伫后边，我嘛真认真听啦。吼，我感觉讲嘛是真感动啦。吼，咱台湾有这款的团体，吼，啊，佫有咱遮济安尼吼，大家利用啊这暗时时间，愿意来吼，来学习对遮来了解对咱遮的论述的，这确实是无简单啦。因为咱台湾吼，我个人我感觉吼，咱台湾是。登极就是个比的这个扭曲的一个现象啊，吼、哦，就讲咱去养扭曲落来，吼、哦，加这尤其像我来讲，我是四年级的啦，吼、哦，啊，我不喜欢的，有当我反正想是讲，真的像阮这代来讲，吼、哦，真的是一个哦，在一个错误的教育思想下的成长迄度啦，吼、哦，较早以台湾咱成长的背景，咱是一个海岛国家。吼、哦，咱本来应该是要发展的是这海洋文化，但是我还记我细汉的时阵所受的教育啊，吼、哦，拢是啥？吼、哦，拢是用大陆文化。那所以海洋文化跟大陆文化啥？海洋文化应该照讲是爱讲，吼、哦，咱得爱发展的咱的国民是咱冒险泛滥，吼、哦，咱正经拢，吼、哦，咱面对海洋，咱大家讲。但是大陆的文化，吼、哦，就中国迄套是跟我们讲的是安怎？吼、哦，大陆文化就是讲，我还记讲。较早囡仔读小学、读中学的时阵，教讲啊，咱就是说离乡背景是痛苦的，我们要什么啊？这到尾来讲，渐渐大汉以后是发现讲啊，真济是因为讲，咱事实上讲，咱的生活咱要发展，咱应该是爱啊往这个海洋较冒险泛滥的精神，但是咱较变作真济，但是啊，咱变作拢是一格格不入啊。好啊，这是讲起来是较关键者。如果讲较具体一点，就讲啊，咱明明吼啊嘛。在教育上来讲，吼啊啊，咱真侪是安怎？就讲，咱明明我的生活在台湾，啊，但是我囡仔是较袂使讲真自由，我讲台湾话，我都爱一直爱讲啊，爱讲那所谓北京语啊，吼啊，
你讲像我安尼来讲，其实我是感觉讲我是还不错啦，因为我照目前来讲，你讲叫我往台湾未来做演讲，应该是拢无啥问题啦。啊，为咱做校长，不时得去参加，像即个年尾时人真侪要学生要学生要的啥？哦，要嫁娶，要结婚的时，那个啊校长，你上来帮我们讲几句话啦。我其实我凊彩拢是跟他时间的关系呀，无我实在拢会说往台湾来讲讲足济哦，祝福的话啦，哦啊，我是感觉讲这是呀，但是。并不是讲每一个台湾人拢有像我这个机会，因为我是到尾我是个有体验的讲，哦，咱台湾哎讲个，咱这台湾话这是咱这母语的，咱母亲的话，咱未使讲也未记哩。但是咱知影讲，即马真侪少年囡仔啦，吼、哦，应该讲起来是讲这闽南语，也是讲台湾话，咱家己的语言拢讲了拢真了，真未练登，甚至讲哦闹很大的笑话啦。哦、我想咱上课较轻松咧，我着先讲一个笑话啦，吼，讲一个台湾话笑话吼，对大家说，哦，天哪、啊，这个当然这个可能不是真的啦，啊，但是这真个哦，就讲一台航空一个飞行机吼，顶悬一个空中小姐，啊，那飞行机去帮助啊载着一群的啥阿公阿婆吼，啊，的老先生老太太，啊，要去佚佗啊，飞行机到要落地迄个时阵吼，啊，你知影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广播稿嘛，吼、啊。啊，广播稿的内容是安尼啦，哈，就是各位阿公阿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了，哈，我们要准备着陆了，请准备好你的行李，好，我们要着陆了，哈，啊，等一下大家慢慢走，我会在门口跟大家说拜拜呀、啊，好，这很加敬雄嘛，有没有错？无唔对哦，但是咱即摆即下子少年囡仔来讲，一单位讲起来就是袂晓讲，迄查囡仔变安怎讲？哦，伊就啊往国语讲了，我要讲第二遍往台湾话讲伊讲。哦，故意讲嘛，吼、哦，咱今个梦，咱的梦地要到啊，吼、哦，请准备好恁的行李，吼、哦，咱要准备路途啊，吼、哦，啊，小等恁在慢慢行，我会在门口卡恁拜拜，吼、哦，这听起来这是一个笑话啦，但是咱听起来嘛是足悲哀的先啦，咱台湾人来讲，咱未晓讲咱的台湾话，啊，跟他们讲起来是安尼，闹了一个这么大的笑话啦，吼、哦，啊，这是一个笑话，啊，过来是讲，真侪来讲是讲。咱这个台湾来讲，这比纽曲比吼，那比啊，讲讲咧，咱下一代来讲，拢这台湾话就是拢啊，讲讲哩哩啦啦，甚至讲拢词不达意。啊，其实卖讲是，而且讲，你为即落这来讲，语言上、这文化上，就是啊，咱做真侪这阶级的区分呐。顶礼拜，我一暗回去，跟阮太太在看电视啊，啊，咱无一个迄个观众名，在台湾看着，伊讲爷们呐，吼，啊，爷们怎么不在乎这个？哦啊！电视是讲啊，咱就家长讲啊，爷们是啥物意思？伊是讲爷们就是男子汉的意思啊，爷们相对是娘们啦、啊，讲我查甫囝，恁查人啊啦。哦，这应该讲起来，这是不是有没有性别歧视？哦，查甫查某哈啊有啊电视嘛，人就讲无啦。那爷们来讲，咱反正台湾就是讲哦，恁爸啊，哈、哦，恁爸啊对嘛？啊，我是感觉恁爸好像还。啊，还蛮传神的。我哎、欸，应该是我个人是认为较赞成讲啊，爷们就是恁爸啦。就讲咱台湾话就讲恁爸袂爽啊，恁爸安怎啦吼，恁爸袂瘾啦现在。但是阮太太她就有反对，阮太太讲她不认为讲爷们就是恁爸啊。我讲为什么？伊讲吼，恁爸来讲，这是咱台湾话讲起来吼是较粗啦吼，就讲恁爸袂瘾啦，恁爸袂爽，恁爸啊。但是这个。我讲我恁爸先，我甲你之间咱并无讲有啥物阶级的对立迄落阶级的。但是如果说爷们来讲，吼，我如果自称是爷们来讲，等于讲我是高级的人，你们是低级的人啊，就讲我是有钱人，你是无钱人。吼，啊，我是感觉讲，你看讲在这文化上来讲啊，吼，因嘛是讲咱台湾来讲，就是讲登基比纽扣，所以咱有真侪，吼，真侪这款的这。这社会上的现象来讲，也是造成讲，咱台湾来讲，吼，咱开始啊，咱家己真正讲无，家己无要紧，也是无要来注意的时阵，事实上讲起来，咱台湾来讲，吼，的前途是真可怜的啦。啊，所以今仔来讲，看到讲，咱有遮济吼，遮好朋友，大家讲愿意讲利用这吼假日的时间，大家来遮共同来吼，来思考，就是讲咱台湾。啊，为什么咱今仔会变成甲讲啊？这款的现象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哦，真感动的代志呀。啊，当然今仔日来讲吼，这个顶啊顶一节来讲，
哦，咱的秘书对按这个国际法律这方面来，咱说明的讲，即个台湾的文化，咩啊，台湾的这定位是虾米款？哈、哦，啊，我个人来讲，哦，因为今仔日来讲也有即个因缘来讲，哦，你请我讲啊，来遮甲大家见面讲一下。啊，我当然我问讲啊，咱这讲，你希望我讲虾米话啊？哦，因为本来。 做校长的、做教书人、最上爱讲话啊！吼，啊，我当然啊，讲话啊，问我讲啊，讲啥物？伊讲啊，无你就来讲一寡较财经的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财经来讲，当然要讲是会使讲。你不管要讲个体经济，要讲总体经济，当然哦，太侪问题。但是啊，我想想，我是讲利用今仔日这个机会来甲大家吼，哦，报告一个是讲咱这个服贸协议啊。 服贸协议来讲是一个经济议题，但是服贸协议来讲，伊这影响到的嘛是咱一个啥？咱一个这国家主权的问题啊！吼、哦，所以我想想，我今仔日来讲，就用这个主题要来跟大家报告。吼、哦，就讲这服贸协议，啊，这服贸协议来讲，其实，吼、哦，这真侪人拢唔知讲，加哦，可能在媒体啊在报纸上讲，哦，但最近。 咱政府吼无经过咱的同意，就去甲中国签服贸协议啊！但是服贸协议是什么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真侪人可能都拢唔知影。好、哦，啊，我第一先正式甲大家做报告，伊的冲击、伊影响以前，我是简单先甲大家吼说明一下，讲其实真简单，服贸协议就是讲吼，要后摆咱台湾甲中国之间的。 服务贸易业来讲，吼，我们之间要做一个协议的这个磋商安尼咯。啊，后摆来讲，就比如说讲，咱这个这服务跟贸易这个事项，那个中国之间，吼，就是会难到顶啦。啊，这对咱台湾有啥物影响？咱怎样讲吼？一般来讲，制造业甲服务业有一个上大无共款的所在是啦。制造业来讲，今仔来讲，我物件生产出来，吼，我。 会当安怎？我会当讲，即个物件生产出来，我可以把它外销，或者是扩大我的市场。我卖掉，还是甚至透过存货的管理，我物件做出来，我会当够其他扩大我的市场，对咱的百姓会不会有影响？影响可能会比较少，但是服务业有一个上大的特色就是安怎？服务业来讲，伊本身所产生的来讲，伊的产品来讲。 伊毋是像一般制造业，你会使做出来物件，伊服务业，伊即个物件来讲，伊袂当外销哩，而且伊来讲做来讲，就是即摆在消费掉，伊也袂使讲储存哩，也袂使讲放咧后摆在，所以这是服务业来讲，甲制造业上大无共款。啊，即摆服贸协议来讲，你只要讲台湾开放到即个服务贸易协议以后来讲，吼，因为咱即个台湾即个市场就是固定安尼呀。 啊，你愈侪人入来竞争，愈侪人入来做来讲，啊，你讲即个物件产品无在透过产品的外销还是讲储存来讲，啊，你愈侪人来消费是固定的情形下，你愈侪人的竞争来讲，是毋是咱这服务贸易，咱目前的在地这会业者一定得受到真侪影响？吼、哦，所以讲这是咱甲往即个想来想的，怎讲？即个服务贸易来讲，伊的本质就是在遮，啊，在即个本质来讲，咱怎讲吼？ 好，这个服务贸易协议来讲，当然政府来讲啊，这个甲中国签这服务贸易协议，咱一定我们也有好处。咱当然，咱我们也不要讲安尼一面的跟他讲说啊，伊这拢是迄条线，拢都没好处。有我们承认它有好处，但问题有好处的是什么样的行业会有好处？服务贸易协议那个签的以后，可能对金融业、对银行、对证券、对保险这几个行业商业来讲有好处，但是问题来讲。 即几项嘅行业来讲，敢是咱一般百姓咱有在去从事嘅，因为这几种行业来讲，一定都是在什么，拢是爱财团或大企业，吼、哦，因为这有可能得到好处。但是咱一般嘅百姓，吼、哦，大企业一财团得到好处，但是咱受到咱嘅代价是啥？就是咱嘅一般嘅哦，传统产业，还是咱嘅中小企业，咱会受到影响。吼、哦，咱只讲咱台，尤其台湾来讲，吼、哦，咱是。 哦，这个是以传统企业为主啊，好、哦、啊，所以讲在这个经营下来讲，服务贸易协议都签的来讲，好、哦，咱爱考虑的就是讲，以对这个在产业之间有人受益，有人受害，啊，这受益跟受害者之间来讲，对台湾的影响是虾米款？好、哦，啊，我把各位报告来讲哦，因为教书来讲哦，当老师的哦，跟学生哦，我个人的观察啦。
咱台湾呐，咱甲中国，我认讲，咱自从咱甲台湾甲中国卖往来来讲，其实咱台湾拢过了足好诶，咱台湾的百姓生活拢过了足好诶。啊，咱台湾只要甲中国自从讲往来来讲，其实咱百姓的生活都拢足如济。吼、哦，我举一个来讲，就讲咱在讲光复以前啊，咱讲所谓的吼，民国四五年以前，就讲民国三十四咩，1945就民国三十四年以前所谓的光复以前，台湾迄当时咱讲所谓的日治时代、日本时代来讲，台湾的百姓生活是比中国遐的百姓生活较好哦。咱讲也是日本人管理，但是中国迄边也是什么抗战，又是内战一大堆。吼、哦，台湾是过得比中国较好。啊，民国三十四年光复以后，台湾甲中国两边有统一以后，啊，咱知影讲台湾的经济就变歹去。民国三十四年甲民国三十八年短短四年的期间，咱台湾发生什么代志？二二八事件，吼、哦，啊，个咱经济四万偌一块，即咱做较咱较长辈较时代来讲吼，应该拢会知影这件代志，就讲、是。你看，短短四年时间，经济嘛四万外一块，经济嘛歹，啊，社会你看，二二八事件嘛，社会嘛遐动荡，所以讲，中国甲台湾有交叉有往来以后，咱的社会经济就变歹。一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哦，国民党起来，中国佫赶来台湾以后，台湾甲中国佫无往来啊，啊，无往来开始，咱就安怎？台湾的经济就佫慢慢好起来。一直到民国五十几年、六十几年、七十几年，咱人所谓什么？台湾的经济。经济奇迹，台湾经，迄当阵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几年，是毋是咱的经济毋是真好？甲民国七十几年、八十几年，咱阁甲中国阁往来阁开放了后啦，吼、哦，两边阁有往来以后，咱台湾的经济就阁开始礼拜落来。啊，一礼拜落来来讲，吼、哦，这甲即摆今仔日来讲，你看咱像咱今年的所谓 GDP 啊，本来讲要4%，吼、哦，尾仔讲剩2%几，即摆讲啦1.74%，连2%都无啊。哦，这这规个卖讲一下，规亚洲四小龙，这规个亚洲的国家来讲，那么算排得真尾啊！哦，这就是代表我讲的这讲，一旦是从这历史来看来讲，咱台湾甲中国有往来有交叉，咱拢足如济拢足歹。啊，我大家想讲啊，这是安奈样呢？啊，你搞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啊？对，但当然那是服贸协议。现在我，咱现在我来解释说，哦，对他好，对我们这个啊，咱即卖个啊，讲这以前我先来讲，其实这个道理真简单呐。咱往安尼来想，就讲台湾来讲，敢那是一个小的水库啦；中国来讲是一个大的水库啦。这两个水库的之间，就是讲无掺花无交吼，袂当流失。那其实这水库，咱只要讲落一阵雨，还是讲哦，咱的种一个地，还是讲咱的百姓较骨力的。这个水真紧就霸地呀！啊，中国迄是一个大水库，而且是一个大涉水水库。你再挖一条沟，咱的水是不是真紧起来，要吸不了落去？所以讲，在这个情形下来讲，咱台湾咱吼，咱甲中国卖往来来讲，其实咱台湾要管理也好，要经济要也好，其实拢真简单。但是甲中国迄个大水库而已啊，迄是一个讲在，迄你靠遐侪水嘛起来吸不了去。啊，有人讲啊，但是你咧台湾，你讲你这個水库无甲人交叉，敢袂使？我讲啊，咱做讲要甲人交叉，咱敢袂使建咧？咱我们认为小水池，咱敢要跟一个大水库往来，我们为什么不挑一个水位比较满的？为什么？好、啊，咱来跟中国这款是大涉水的大水库，然后从美国来讲，那么比咱较霸地。好、啊，如果讲咱今仔做讲台湾甲美国会当哦经济有连接起来，咱美国好，咱嘛真紧，咱嘛有在赚到钱。但是咱去甲中国来讲，很简单嘛，所以讲这个道理来讲，吼，这其实讲起来，咱台湾来讲，这个道理其实讲起来，我顶下讲是毋是真简单，我当了解，但是规个台湾敢像无了解，马英九无了解，吼，为什么马英九无了解？因为伊的思想敢那是啥大中国主义，敢那一个，哦，伊的什么统一大梦，伊无念要想要得诺贝尔和平奖，伊历史定位，伊无哩，伊的他较想遮，所以啊，咱对啊讲迄个真简单的一道理，伊就变拢无了解。啊，事实上讲起来，咱知影讲，中国来讲，吼，伊甲咱这交叉来讲，对咱经济，吼，无好诶，这个现象，这是真单单。啊，即摆服贸协议都签落去，对咱台湾进行上大诶影响是虾米货？那对来讲啊，咱的经济无好，其实讲起来，其实
对台湾的中小企业无好，伊个诶，最啊上大的是啥啦？就是影响到台湾的吼、哦、经济，那咱这社会的稳定力量啊。谢谢啊、哦。为什么讲影响？因为咱一个社会来讲吼、哦，你有一个基本，咱怎讲台湾来讲，咱有真侪人是就是啥，靠咱讲起来讲手面趁食的，吼、哦，还是讲路边摊，还是讲些很简单的技艺为生的，有这款的有得无？真多哦，吼、哦！咱怎讲？像这边去开放落来来讲，包括来讲，吼、哦，真多真个。像我记者来讲，像我加头毛，我想每个人是不是都要剪头发？吼、哦，加头毛，我加头毛在阮家的巷仔口迄一个吼，迄、哦、属于家庭理发啦。吼、哦、啊，家庭理发迄讲起来那个，我个人想加足久，就较早迄个剃头毛迄只啊，还是一个小姐，个只一只妈妈比阿爸上啊。吼、哦，啊都给他剪理啊，啊每次去剪头发。你看伊安尼个讲，这个真简单。伊讲加他们有在赚偌济钱，可能也没有办法。你讲要赚个偌好个，也是无。但是一个月赚个几万块，可不可能？伊有在赚几万块？伊讲伊厝顾会着袂？囡仔顾会看会着？啊，人伊啊维持一个家庭啊，这个手艺一个简单的手艺，让伊饲因一家吼，安尼会当生活过得真好。啊，像我去加他们个时，伊知我伫教册啊，所以伊当阵妈妈家就讲啊，他女儿因查囝讲。啊！要读册，要安那？要读什么好嘛？伊拢会跟他讨论，请教我的意见。哎、欸，我即马看，人家他那个女儿嘛，读大学呢，迄查囡仔嘛读的。你可以看到说，人伊一个家庭嘛是安尼，会当讲吼，你讲教他们教有啥物较特殊的技术无啊？但是很简单的剪头啊。但是你也当看到，哎、欸，人家他这样也卯在一起的一个家庭的生活当过。但是你怎讲像即摆，吼，准则讲。咱服贸协议开放落去以后，一寡中国嘅人都来台湾以后，吼、哦，可能像因即款嘅，即靠手面趁食，即简单手艺来维生的人，因可能讲受到影响啊。为什么受到影响？咱来怎讲吼？中国，伊别项无啊，现在上济，伊人上济啊。中国来讲，偌济人13亿啊，吼、哦，伊卖讲，中国政府要。放一亿个人来台湾，你看咱卖讲一亿5000万，咱都受不了啊！卖讲5000，搞不好2000万，我们就受不了，对不？2000万来的，讲在咱台湾，你讲像一个这样啊？你想讲中国的人，你讲伊要来无？我爱讲，咱即摆是讲看中国的沿海遐讲啊，经济较好。中国的内地，你讲像西康啊、四川呐、啊、哦、青海啊，现在遐，你遐诶百姓诶每一个月的偌济诶所得在偌济？咱像台币3000、5000，甚至是最多也是5000、6000安尼呀。咱台湾来讲，咱即摆咧讲，哦，一个月讲22K，还是讲一个人讲一个月赚3万、4万。其实一个家庭讲一个月赚3万、4万，要维持一个家庭在台湾讲起来，这日子并无好过啊。哦，你讲3、4万，你讲要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其实讲起来都要足欠的。但是你来看，中国遐来讲，做一个月赚5000块的人，伊个政府来讲，你若要台。去台湾来讲，你一个月有在赚10万块，你要来无？我没要嘛来，对不？啊，你来想看嘛，咱台湾这个社会来讲，咱就要讲一个月讲赚3万、4万，咱就一般百姓讲个，较艰苦人是讲手面简单的手食头路，还是讲手面赚食一个月赚3万、4万，咱就感觉讲就无讲真好过。即摆这个社会，佫一寡一个月要来甲伊抢10万块做生意的人，啊，你看这个人，你讲有在一个月赚3万、4万无？可能就无啊嘛，安尼来讲，你讲台湾来讲，咱维持着咱即个这基本这社会安定的力量来讲，吼、哦，你像我对阿舅来讲，哦，我一个加他们的阿爸桑，人伊安尼，哦，靠简单的手艺，人伊安尼毛在厝顾，着囡仔嘛饲个大汉，后摆即个社会无了，你讲，你讲伊，你后摆你伊要开这個家庭理发，可能嘛无咋开啊，开袂落啊，因为像我理发只讲100、200块，本来中国的来的。你讲100块、50块，伊就要加80块，80块、100块，大家走去对，80块、100块，你讲，嘿啊，啊，在安尼时来讲，你台湾真侪像这款的这，咱爱看的看讲，这对台服贸协议这立牌来讲，对咱台湾这基层的这生活维持社会安定力量都受到影响啊，好、哦，这就是讲，好、哦。在咱要个各位介绍讲，咱即个这服贸协议的冲击以前，我是先啊，大家讲报告讲，其实这服贸协议对咱来讲，吼、哦，咱得爱加细腻啊，因为这个吼、哦，
你把了咱的生活，吼，咱的生活水准，吼，如果说是去啊中国游去游落来，咱变作讲咱，起码讲起来，咱。 咱的少年囡仔，一个月咱讲啊22 K， 到时阵来讲，如果说是变18 K、15 K， 甚至来讲就讲，咱的囡仔拢找无头路，啊，迄当怎么样咯？啊，中国讲好啊，无咱就来南南到底，咱规个台湾的主权，吼、哦，伊讲已经触统啊，为经济来促进这政治的统一啊，伊用经济的力量。 即马中国嘛足巧个呀，较早就讲啊，甲你用烧钱，八二三炮战，吼、哦，啥物啥物的血洗台湾，即马都个想想嘛免啊，都你台湾来你救来，我啊你台湾用钱啊，你用买无啦，都我较省咧，是有可能安尼无？有可能啊，但是安尼来讲，就变作讲咱基地非，就是讲咱要啊，咱的下一代来讲，咱的生活有够较歹啊，吼、哦，咱有当下咱来想起，吼、哦，对着咱的下一代来讲，吼、哦，即马。 一个大学生毕业，你讲22 K， 哈、哦，你22 K， 对这样咱的毕书定嘛来讲，讲咱即几工讲韩国来讲，大学生毕业是一个月是70万几块、80万块，啊，咱这2万几块，啊，这有时候在想想，啊、这个到底咱的下一代的希望在什么地方？那这个是谁的责任呐、啊？咱只讲一个就业市场的薪资水准啊，应该是要由市场的供需法则来决定嘛。 供给个需要嘛，吼、哦，今仔来讲，真正讲是咱即卖下一代，咱即卖少年囡仔，伊好逸恶劳啦，毋无认真啊，啥，讲在你趁无钱，你家看家嘛，你贫惰嘛，对无？但是你也知影讲，咱即卖少年囡仔的大学年轻人的失业率是被超14%，14%意思是啥物？10个内底就有超，要一点5个人在找无头路，就失业。 今天如果说是说啊，我们的失业率是只有哈1%2%，那相信那应该有的人是应该较好义务啦，较贫惰，还是你家己无认真，你该负责，那没有错。但是100个内底都有14个人在找无头路，这个绝对不是只有他们年轻人的责任呐。所以你讲，这个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低，我感觉这个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这绝对是政府的责任。啊，过来是讲。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供给有问题啊，个需求啊，谁让人去找无？因为咱即马台湾来讲，哦，就业机会少啊，啊，为什么咱来想讲，政府为什么让我们的就业机会变较少？引进外劳以外，最个上严重的就是讲，引进外劳其实全世界较先进国家引进外劳的都很多啦。咱上严重的就是安怎，咱的产业外移啊。 产业外移，你也知影讲，咱有一个核心的产业煞去，伊毋是讲甲迄间公司煞去，伊是连伊卫星工厂规个迄个产业链都煞去啊！啊，你啊，真侪煞去以后来讲，恁当然吼、哦，你无无遮工厂，无遮就业机会，当然咱少年就找无头路啊！吼、哦，啊，咱政府敢讲买什么鲑鱼返乡？吼、哦，咱知影讲。 即几年讲，哦，咱那些什么遗产税什么税都降低以后，讲哦，吸引很多。迄迄间迄个主计处在咧公布也讲，咱即几年倒来6000亿的外资回来啦，吼、哦，包括去中国啊，去世界，但6000亿，但是6000亿内底有3000亿是拢在地房地产呐，吼、哦，他回来他伊毋是咧设公司嘛，毋是咧投资，是甲倒来啥炒房地产呐。 啊，炒房地产的后果是啥？有没有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没有。但是，刚才只有怎么样？让我们的房子更贵，让我们的年轻人要靠买不出啊！哦，啊，讲起来，这起码像咧台湾来讲，你正经像咧台北市来讲，你1000万只能买什么？还买不到新房子，只能买旧的公寓中古屋呀呢？嘿呀、啊，所以在这个经营下来讲，等于讲这。 政府来讲，吼、哦，咱对这个经济来讲，尊重讲，吼、哦，爱注意的讲，咱一定要从这个整个的经济上，吼、哦，咱来迄条，吼、哦，来注意的这个要维持的咱这个主权，还是讲咱这个独立的生活来讲，这经济一定是一个正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中国来讲，吼、哦，他们从他们18前以后来讲，吼、哦，他们是确定的是已经触统。 哦，所以讲已经触统，这是讲你要用经济力量来改变你的政治的情况安尼呀。
所以在这个经营下来讲，咱要重视，就是讲咱这经济对咱的影响。啊，即马来讲吼，上严肃的一个就是啥？上具体的，就是这个服贸协议啊。啊，服贸协议这个准则讲，咱若挡无掉以后来讲，伊对台湾的影响，唔是讲干咱这服务业的外，就是讲伊的影响是影响在咱规个迄个啥？咱的迄个啥？ 基层百姓的生活啦，啊，那我来啊，大家吼来介绍啊，这但是目前正只能讲，唔知讲啊，现在是服贸协议啊，吼，啊，服贸协议是虾米会？服贸协议是咧今年6月21，咱咧政府甲中国签的服贸协议，咱开放64项，看起来64项是64项，啊，看起来较无偌济，但是你也知讲，64项目里面总共应用1000个行业啦。 会使包括讲生老病死、食衣住行娱乐，会当啊中国人来台湾投资啊，而且吼还协议目前咧做，你看伊的生意中啊，啊过去咱中国甲台湾之间的协议拢是讲啦，咱台湾去，咱的人去中国怎么样怎么样，这边来讲是要啊中国人来台湾啦，所以伊这边开放的行业的这是影响上大，这是全世界拢无的吼，啊，伊开放台。 中国人来台湾要安怎？像咱的生意做咱的工，像咱的工课啊，吼、哦！你开放中国人来台湾开店、开公司、开餐厅，条件安怎？甲600万就使申请三个中国人，还是讲三个家庭来移民台湾啊？像这开一间店，连头家啊三个，就让七个人来啊！啊，你知影600万来讲，这美金20万，其实600万真也少，无济嘞，而且。 注意哦，这个600万不是讲伊要提钱来交啊，咱600万，意思只是，刚刚像咱在台湾，那有大家有没有设过公司？某迄款子嘛，做存款证明呐、啊，哦对不？还存款证明啊，做了啊，600万，做就按那伊钱就个领掉去。所以这个等于讲，这个600万这个条件有跟没有一样啊？我刚刚个在报纸看到，在主席是讲，北京遐已经冒一款那啥，有人登广告说，哦，要办移民到台湾呐、啊，哦，这专门的替人做一下。 做这存款证明啦，好啊，没有设的，伊个，这是讲你会当来台湾开店，好、哦，这是伊个，啊，你是说讲无来台湾开店的公司，买啥啥，用契约的方式，上伊的员工来台湾做工课，一边来讲会使申请合法的工作3年呀，你使一边来3年会使伊个啊，好、哦，啊，这个这服务贸易协议如何抢台湾的？那咱讲服务。 服务业甲制造业都无同款，对我对伊讲的，这就业咱会使增加就业，而且商品嘛会使外销，可以有外汇收入。但是服务业开放，将来会使带来更多的竞争呐、啊。哦，国内市场那是固定的，你加一间店，你就加一份竞争啊。哦，所以这是一个服务业甲制造业上大的区别在这家哈。啊，中国店在台湾有啥物优势？ 咱讲啊，咱即摆政府不是讲，无要紧啊，你来咱内使讲竞争，毋是讲咱竞争。咱来知讲竞争来讲，中国店在台湾来讲，咱了解讲因来有啥物？因中国回来讲，因产地直销来讲，伊的成本一定比咱较低。咱台湾的零售业，咱诚歹甲伊竞争啊！啊，而且伊按汇款、运输、批发，甲另外一条龙的经营啊，咱台湾的企业。 这个咧就是讲，看下大家讲，咱真几年毋是讲开放中国来台湾观光，哦，啊，政府毋是讲啊，开放陆客来台，哦，咱的观光业也多好多好，事实上，咱有无？咱台湾观光有赚着，无啊？为虾米？他们都是一条龙啊！你来，嗯，从中国遐旅行社来，连甚至包括来台湾罗宁去坐游览车嘛是中国，啊，是香港开的，啊，去大饭店嘛是中国，啊，是香港投资的，啊，去迄欧米亚个店嘛是因设计的。 啊，其实讲起来，看起来是讲，咱遐侪陆客啊，但是都趁钱。咱台湾的公共业者够有赚着，无啊？吼、哦，因那种是哦。啊，第二就是讲，通路才是王道。中资会上控制市场都买上计小买小，台湾的内需产业跟农会都会垮啦。吼、哦，啊，为什么讲咱伊会这样控制？咱知影讲，这是两个两边来讲，台湾甲中国来讲，咱的结构是绝对无共。咱台湾拢是虾米款？ 咱台湾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啊，咱是毋是拢是中小企业为主？啊，中国伊遐是啥？伊遐共产国家，所以伊拢是啥？伊拢是迄个啥国营企业啊？国营企业伊讲，伊个规模甲资金就把你台湾拢迄个啥？
吼，拢都可以帮你都吃掉了，吼啊，所以这是咱服务贸易的，吼啊，咱来看咱的政府，伊安怎来骗人？吼，政府伊安怎讲？伊讲，伊会当协助咱的服务甲商业，哦，商品开阔市场啊。啊，伊这政府伊讲签的服务贸协议可以，哦，协助我们的服务跟商品市场。啊，你感觉真奇怪，这政府是咧讲对个讲唔对？你？ 政府不是要来保护咱的服务业，即个开放竞争，这叫做协助我们的服务业。啊，那那你把做成那啦，想嘛想嘛想，我那咱当做三岁囡仔骗你。今仔日来讲，等于讲，你政府开放找别人来甲咱竞争，这叫做来协助我们。你唔是来保护咱，是来找外国人来甲咱拼，这叫做协助我们。吼，啊，伊安尼讲，讲台湾天然的资源较少，所以爱靠 外资来发展经济，啊，事实上讲起来，咱台湾今仔日来讲，吼，讲需要资金，咱其实咱的资金其实是吼烂头寸太多啦，吼，咱各位唔知影有不晓，像我讲我不想嘛接到一寡什么银行啊，打电话问讲啊，先生你要不要借钱，要不要贷款？我想讲奇怪，是这借钱都会使免钱的，我就要啦，吼，问题是讲借钱干嘛使免钱的，吼，啊，那为什么伊会打电话来？我想应该是。 哦，加一个人拢有接过去啦。如果说像秘书长，起码一点问讲，哎，有接到的举手，没有接到举手。我想，咱别谈那个，我是讲，我假设应该是咱大家应该拢有接到接到。啊，为什么我们会接到？迄个代表的讲，台湾来讲，其实是烂头寸很多啊。所以咱讲政府讲要靠哦外资来发展咱的经济，其实这是咱起码缺的不是外资金，咱缺的是投资机会啊。好、哦，所以讲这政府是骗人。第二讲啊，中国。 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的世销售市场，这属于这根本是属于，咱看咱讲中国是一个全世界的工厂，哎，你即马讲哦，伊即马变成消费市场，所以讲即马来讲，咱得爱来抢这个市场。但是事实上，你也知影讲，中国它外汇存底很多，但是你都把它的外汇存底去除以是3亿，其实他们的中国的每一个人的人均所得才偌济，才5000几块美金尔啦，吼、哦。 甲美国、日本人是用4万几块来讲，差距是足大。你讲一个一年有只赚5000几块美金，甲一年有只赚4万几块的市场来个的市场消费能力比较大，一定是美国还是日本这款的？啊，咱无要去，无要去，就是甲日本、美国在做生意，咱去甲中国做生意，甲伊也跟我可能咱买较济，无可能的嘛。吼、哦，而且中国的贫富不均，而且中国来讲。 他们有一个啥很大的特色，你也知影讲，中国来讲，那他们没有中产阶级呀、啊，吼、哦，嗯，那就是无产阶级、无共产党，是讲无产阶级专制，然后起码开放出来讲，啊，一挂太子党，迄个变成贪污，现在足侪些，但是因中产阶级有没有？没有，所以啊，咱知影讲一个消费市场最大的消费力量应该是来自谁？中产阶级，这才是一个啊，中国来讲。 嗯，无这个中产阶级，所以你的市场那有可能讲真大。你讲经营真好个的人啊，吼、哦，咱像啊，吼真好个来讲，伊可能伊是拢买保时捷买啥那种东西来讲，伊的消费来讲，那种都是奢侈品。啊，你讲好个人来讲，伊的民生的必需品或基本的，跟咱是不是都一样？你讲你无钱来讲，你一天一顿食一个便当，你搁较好个来讲。 你讲看我一天食两个便当，一顿食两个便当，不会嘛？你还是吃一个便当嘛？啊，你讲搁较汇率来讲，那种基本的消费还是有限。啊，你说无钱的人来讲，他可能连个便当都吃不起的话，他可能跟你消费。所以中国来讲，他这个市场，当然绝对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消费市场。所以在政府啊，咱讲啊，咱中国要变做一个世界市场，这其实这嘛唔对啦，吼。 啊，第三也讲啊，少子化冲击吼，讲啊，咱台湾即马是少子化，所以咱市场为市场是萎缩。但是咱政府去开放中国的资金，甲咱的中小企业竞争啊，啊，再来就讲，吼，咱那个鼓励的咱的少年的，吼，去到，咱即马台湾的少子化啊，啊，但是咱个在台湾趁无食以后，咱人口交流了以后，咱真侪少年的无定要外流的更严重啊。 啊，无，后摆咱的少年来讲，得爱去中国做抬老抬佣啊！吼、哦，所以讲这是咱弄啊，真真许，所以讲，
政府讲，让我学者过来讲，让我们跟更多国家签 FTA， 哦，讲咱们国际化啦。但是这个理由的，迄当要签一克法已经讲过呀。但是敢有做到？咱签 A 克法几多年啊？敢有？咱 FTA 增加几多？所以这理由拢是无存在的啦。哦，啊，咱来看讲，台湾敢有需要资金？一个国家需要是外国诶投资来讲，伊诶目的，吼、哦，其实咱。 让外国来投来投资来讲，这个是爱资金，无得爱技术嘛。咱对爱讲过啊，其实台湾并无欠资金啦。咱台湾来讲，吼、哦、是投资环境差，钱来讲拢唔知咩度，所以拢变得创啊炒房地产呐。啊，咱的国内投资是年年负成长，这是咱的经济的问题。所以咱唔是讲欠资金，咱是爱怎么样把有效的把资金去做投资啊。好、哦，啊，过来讲无得技术，咱。 咱如果要开放服务业，我得讲无开放讲上无，你嘛是比我较进步诶。但是中国诶服务业，伊会比咱较好无？哦，这绝对是无可能诶嘛。咱一般来讲，伊中国诶服务业伊诶技术是比咱较搁较歹诶嘛。好<咳>、哦，啊，咱台湾要行出要国际化，咱台湾诶 MIT， 咱伫 20年前，咱台湾诶 MIT 诶产品早就行去全世界。咱台湾即摆哪会讲无行出去？好、哦，要安怎则算行出去？ 那其实讲个，咱台湾本来较早就是外销导向，咱本来就行出去啊。吼、哦，啊是中国较国际化，是台湾较国际化。咱当然知影，民主法治才是国际化，唔是人治特权呐。吼、哦，因为要国际化，一个条件就是讲，你应该是要较愈民主的法治的国家愈容易国际化。但是中国来讲，吼、哦，伊迄是一个人治特权，那个怎么可能国际化？吼、哦，啊要台湾这要国际化，咱是要去向。 欧美日靠拢，甲当然也合作，而不是，好、哦、所向中国啦，好、哦、所向中国不是国际化，而是反国际化，哦，这是咱爱有一个了解。政府也讲啊，我们要国际化，国际化。伊政府伊个国际化，诶想法就国际化，就讲去中国。事实上讲个，咱要去国际化，咱是要走向世界，唔是要不是锁进中国，锁进中国什么是国际化？哦，<咳>啊，政府嘛讲啊，无啦，无要紧啦，要这。 这个往欺骗的，要骗人讲未来，你种开放来讲嘛，无人会来。啊，事实上讲，既然开放来讲，中国嘛未来，咱那得开放。哦，啊，而且咱那知影讲吼，其实为啥较早政府30年前去当开放中国无在，因为迄当阵伊无在整合并做一条龙，所以未当来。起码如果说哦，咱服贸协度开放了以后，中国资金来讲，伊会使讲用雄厚的资金来一条龙，伊就加干，你一定会来的呀。 哦，而且，伊个过去哦，开放中资是干呐？中国个资金，你个并无伊个人员，你个。即摆来讲，哦，即说会上个伊个人员负责人甲干部，即摆会使申请3年，而且是无限期的延长啊！哦，一个企业上侪在申请，即会使讲咱家己，哦，因会使家己经营个，会使用移民啊！哦，即才是因真侪大诱因啊！就是像我对阿讲个，你讲如果说中国来讲，哦。 你一寡哦，青海啊、西康啦、啊，遐一寡较内地的国家，你叫人来，你百姓要来无？你真有可能会来啊！哦，所以讲这是咱政府讲的，这种咱那边的。啊，总统嘛，咱讲讲啊，咱唔惊竞争，咱唔惊竞争。伊总统伊是讲啦，你看我还记得麦克文捌讲啊，有啊，你看我们开放麦当劳进来了以后，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影响啊。麦当劳入来，你也知影讲麦当劳是卖虾米货？ 麦当劳是卖汉堡啊，但是咱我们一般早餐咱是食啥？食包子，包子跟汉堡来讲，有本来伊就无没有什么竞争的问题，那是无唔对，我相信啦。但是即摆中国服贸协议入来讲，伊敢买来台湾卖汉堡，伊来买物件，甲咱是拢可能同款，都是伊可能嘛是卖包子啊。到时阵包子来讲，伊无定咱一个包子讲10块来讲，伊阿你卖8块，卖6块，有没有可能？ 这样有没有竞争？就有竞争了。你包子跟汉堡是不一样的，无同款的物件，当然也竞争无讲价多。但是同样的产品的话，哦，这是竞争，因为安怎？因为台湾跟中国文化依然相近，对台湾的冲击，哦，一定是比别的国家来要大啦。哦，你知影讲像迄个麦当劳来台湾，咱真侪，咱较时代的人来讲，哦，因为像阮爸爸妈妈，我有时讲请伊。 我小孩子讲哦，小朋友喜欢去麦当劳。阮爸爸妈妈，我请去麦当劳。你讲在吃这边东西啊？
对他们老一辈来讲，都他们没办法接受这汉堡，就是物件啊。我想大家小想看卖，咱的时代你讲请去吃汉，吃麦当劳，你看看请会行，看要去无？咱的老一辈早就歪去嘛，对无？啊，但是你中国来讲，伊唔是要来用汉堡、用麦当劳来跟竞争，伊无定是讲跟咱这所有人同款，吼、哦。啊，佮而且来讲，中国企业拢是伊的啥？吼、哦，党国色彩拢是。 国营企业啦，唔共产国，啊，咱台湾来讲，咱拢是啊，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甲国营企业无啊，迄个啥，那企业内底都有什么？都有这个什么？都有书记呀、啊，吼、哦，啊，咱台湾的企业，咱都是一间公司在养一个党工，嗯，咱国语来讲，咱想看嘛，你敢有知影讲咱都一间企业在养党工？哦，应该是无啊，对无？咱即摆台湾较早我会记。 较早在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我去当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有啊，学校都还有什么知青党部，对不？啊，你看即马，咱台湾都一个单位可以有知青党部，有什么这什么党部？啊，对啊，最少我好，我就不让他有什么知青党部。哦，较早像在学校来讲，哦，你第一个，你学务长，一般大学来的，你学务长加一个啥，各科职组长，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党员，所以党员，而且是什么国民党党员，啊，起码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啦，起码来讲，咱台湾来讲，大概是不敢这样子啊，好、哦，啊，所以但是中国来讲，目前阁是安尼啊，中国伊卖讲是讲学校机关，伊甚至连民间企业来讲嘛，有什么产业党部、什么党部的书记什么一大堆，所以讲，来讲，那企业来讲，跟咱的完全是无同款，你要来竞争，好、哦，啊，过来是讲。 中国来讲，因为它是国家的资本，所以伊拢是国营事业、国家资本，所以那钱会使讲也是无限的。咱台湾来讲，咱台湾都是一间中小企业的资本是无限的，咱一定，所以讲，伊逐步来讲，咱一定是会被他们吃掉，迄条安尼。吼、哦，啊，咱来看讲，咱的吼、哦、国贸局，咱来看咱的一寡政府官员的发言人，你看，迄国贸局局长讲，没啦，开放服贸协议来讲，只是说。 哇，中国老板呀！啊，即句话，咱敢听会落？换中国老板意思就是安怎？啊，咱台湾的老板就拢，对面老公啊，都退场了啊！哦，这就咱国，咱国员讲，袂啦，嘛赶快啦！你讲，咱嘛赶快行李轿子，赶快啊！像这是怎样？换中国老板，问题是讲，咱敢袂？咱敢有在接受过讲，咱的头家是中国人？哦，咱的本来咱就家己做头家对啊，咱是安来就啊，咱。 你换中国老板，啊，咱的咱台湾的头家要怎摆去哪里？吼、哦，啊，台湾的老板退场以后，哦，中国老板甘伊人来，甘只有换一个中国老板就好了。中国老板伊嘛要省啊，伊一定会说，叫你较俗的中国干部甲中国货，哦，来台湾卖啊，对无？伊。 伊做讲请台湾来一个月要三万块，伊还做讲一万块在请，伊要请一万块要请咱三万块，那你要省人就拢袂晓省，对不？一定是安尼啊。所以换中国老板来讲，对咱的应用一定是，而且你也知影讲，后摆你讲换中国老板，台湾市场的充斥着中国的什么廉价货、黑心货啊，中国留学生留下来工作，中小企中迄个中小企业引进白领劳工，台湾的少年买。 企业做啥？低薪的服务业啦，啊，工作甲创业机会拢起来啥？去啊，中国退去啊，咱台湾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也会消失的啊。这是服贸协议开哦，这是好1949年来上大的中国移民潮啊，吼、哦。好，咱只讲，拄则有讲的讲，咱只要较早咱是阿个 中国袂当个，只要讲开放，咱还可以过来，因会过来无？你讲一寡内地的人，你讲伊遐即马一个月做趁5000块，伊来台湾做一个月趁10000块，来袂半暝也得来。啊，除了讲即个经济诱因以外啦，咱知影讲中国来讲，中国个百姓来讲，咱台湾不管安怎来讲，咱的民主甲社会也是较文明啊，对无？啊，这文明的社会，大家要不要来？大家一定会来啊，对无？ 哦，加侪人咧问我讲啊，赖校长，你都做讲起来，做到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啊，讲起来你，你为什么你会爱较参与到这一挂台湾的？啊，你台湾来讲，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喜欢台湾？哎、欸，有些有当时我可能嘛在想啊，其实讲起来。
哦，也没有错啦。你讲像以台湾来讲，我算是说比较幸运啊，在这里可以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啊，讲起来嘛去，哦嘛去世界嘛去表。但是有时候我家己嘛想讲，那我喜欢台湾，台湾的什么？大概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以我个人的想法，我感觉讲，我蛮喜欢台湾的，就是讲像咧台北，好、哦，我坐捷运，好、哦，我坐捷运去，你讲。 咱在台北，我们看到捷运的话，看到一个杂人，这大巴肚啊是老火起来。你可以看，我们大家是抢着让位置啊，对不对？好、哦，你有感觉讲，哎，这个很，啊，咱捷运来讲几乎嘛，然后就安静诶。啊，你也知影讲，这个一个香港跟是个中国，哎，他们没有这个让位置的观念呢，对不？你认为说，哎，你。 你大巴肚是你大巴肚，你车票你也是花钱买的，我的车票我也是我花钱买的，为什么我要让位置给你？那中国的观念就是安尼啊。啊，但是咱有感觉讲，这就是一个啥文明的差别啊。咱其实讲，我们喜欢的是什么？哎，咱一个社会来讲，咱得讲，大家会当讲，哎，有这个互相，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文明，这就是我感觉讲，那家长问我啊，赖校长，你想要，哎，你那做一个校长，你那要做一个好。 好多参悟的，即一寡台湾即，我讲，因为我很喜欢台湾的这种感觉，我不喜欢咱每一个人，咱拢有一个希望，等五万的讲，咱家己会讲，咱即下一代，咱会讲，咱的生活一天过了比一间较好。啊，咱这个更好的话，就讲台湾来讲，我们这个文明是很好，但是中国这种讲以移民过来讲，咱这个讲，咱的生活个倒退较早来讲，哦，咱有啥接受？ 啊，是讲咱的下一代来讲嘛，干像拢共款对安尼，人跟人之间，少年囡仔嘛是安尼啦，啊，很会争夺东西都。你讲，这都唔是咱要爱呀。咱在台湾来讲，咱感觉讲，咱真好的就是讲，哦，我对阿姑的来讲，咱台湾，咱像在捷运咱的生活上看到，觉得讲，咱愿意来帮助人家，哦，甚至来讲，咱的下一代来讲，像我在捷运来讲，有阵啊看到那个小朋友，学生呐。 哦，还有都讲啊，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像有那个老年人或者是孕妇上来，他没有让位置。哦，我喜欢较低薄啦，我是那种当老师的，看到不对的啊，我都会去跟那些同学讲啊，这个同学你要不要让个位置给这个先生或给这个太太？哎，我加一句讲，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被拒绝过。我起来讲，那这边咱台湾的校园囡仔，你哎来讲，他可能没有注意，但是你只要提醒他。 伊都他都马上站起来哦，他马上就也不会跟我们讲说啊，你来这给不好，像这些的话，就是讲咱台湾已经好不容易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你起码个我只中国这里来，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咱的生活个倒退，这敢是咱有在接受的哦，这是我感觉讲咱爱来注意迄落安尼，好、哦、啊，过来就讲政府嘛在讲讲啊，那如果说是真的有受害者，政府嘛过来骗人讲伊。 他们会，<咳>就来讲，如果有受害者买变担心，政府会辅导受害者升级或转业呀、啊。啊，咱来想来讲，这政府是安尼讲，但是更有可能，你来想，你来讲，64项如果服贸协议签的签达是4项，应用是超过1000种的行业呀、啊。你政府辅导得了吗？你辅导得了吗？你帮助得了吗？咱刚刚讲一个零售业呀、啊，哦，这个我们就不用看了，但是这零售业来的应用的就是这多。 这行业啊，这么多店的话都会受影响。你讲政府，你要我是不相信讲咱的政府有那个能力去辅导或者是升级或转业呀、啊，啊、哦，啊，咱台湾来讲，光零售业一行有超300万间的店面，会受到这影响。啊，咱政府边来辅导？哦，咱这，敢那，你敢讲像中国人入来台湾，你敢讲哦，我像我对阿姑的来讲，加他们这个剪头发，其实这个。 甲他们这边，免讲真厉害技术，这我想任何人都想学的话，大概半年就拢有杂出师啊。啊，伊来台湾，搞得好看歹看呀，无够客嘛是会使，你讲80块、100块，他帮你剪头啊，可不可以？伊买当，伊买当开店吗？啊，就像即落这来讲，你政府来讲，咱看台湾来讲，有多少这种家庭离华会受到影响？规个台湾有超300万间的这店面会去受到这影响，政府要。 要办哪会啊？啊，是啊，那咱那个想的，为什么你着开放这来逼咱台湾一挂这产业吼？诶，传统产业咱着爱先消失啊！再讲，我先甲你消灭，再讲啊，我你这无想，我再来救济你，再来帮助你。
这道理讲未过嘛，吼、哦。啊，政府如果讲吼，开放中资是来台是有人会受害，但是换去台商去中国会赚钱啊。这个我对下讲的，咱嘛无讲一个服贸协议开放，一个签掉了以后吼，这咱拢完全无。问题是讲哪些受益？受益一定是遐个什么？证券、金融、银行、保险这些。但是问题，我请问一下，咱即马在座，什么人到底，什么人到底开银行？台湾到底开银行无？总是无几个人吧？吼、哦、啊！你讲啊，什么人到底开保险公司？你的保险公司，你做保险员来讲，你还那个保险公司还不是你家的、啊？吼、哦，那个开放服贸协议对你还你还阁无一定啊？只要你讲领导开保险公司，你才有啥受益啊？但是问题来讲，规个台湾来讲，那种人到底是真少数啊？是啊，那咱得爱为着少数业者牺牲着咱真侪业者嘞。吼、哦，这是咱一点是讲咱对政府的思考吼。哦咱是较无在认同的呀，吼、哦、啊！牺牲的咱无，吼、哦、真侪中小企业换来是台商在中国赚大钱，啊！这敢是的，这其实讲起来，咱是用一句开了，讲台湾是用黄金去换高赛呀，吼、哦，对不？咱台湾来讲，咱是提咱的黄金在讲，咱要去换迄个啥，去换高赛了啦，吼、哦！啊，过来讲，对还是讲讲对经济面上，咱就要对这听书面来看来讲。吼、哦，这个服贸协议来讲，伊是咱这有历史来讲是上无平等的条约啊。吼、哦，啊那无平等，等于讲开放的内容无对等啊。吼、哦，啊个咯，经济规模吼嘛无对等啊。吼、哦，内容无对等来讲，就是讲你来看来讲，咱甲中国遐照讲应该是安尼开放来讲，我开放啥，你嘛要开放啥。但是，吼、哦，咱这来讲并无对等啊。过来是经济高嘛，中国甲台湾来讲，你也知影讲。中国伊是一个共产国家，因拢是国营企业。啊，咱台湾讲会知，吼、哦，因中国来讲，因开公司来讲，因的头家是啥？是政府啊。我是这个国营事业的负责人，反正了啥个，毋是了我个，了国家个。所以国看落伊敢拼无？计啥物敢伊写？敢拼？啊，咱台湾嘞，咱台湾开公司来讲，倒一个头家敢讲啊？无要紧，我会堪要了个，因为你了啥？了你家己的啊，好，所以说这是一个迄落，啊，过来讲市场的自由甲公平竞争程度无同啊，好啊，咱维持的，咱即摆的协定内底维持的讲无公平的竞争，咱的服贸协议第三条的第二款的第三行来讲，好，对于现有的补贴或补助不适用啊，恁照讲就是讲，你这服贸协议来讲。中国来讲，无定伊对某一个产业，伊有一已经有一个补贴，吼、哦，都有一挂倾销的现象。伊讲，咱即马服务业嘛未使起来促销，所以这个不适用啊。啊，对现有的不公平的待遇嘛，未不用修改啊。吼、哦，这是一个咱签的来讲，对这即马已经是存在的不公平的现象，无再去改变啦。啊，再来讲讯息的公开不对等啦、啊。吼、哦，这第五条第三款，吼、哦，有违背公共利益或妨碍之意啊，吼、哦，不必公开啊。啊，这点来讲，什么是有违背公平竞争？什么是有？咱台湾来讲，咱台湾即马在咱的台湾的媒体的能力来讲，你看像即马《一周刊》啊啥，恁吼，你一寡公共人物啥，恁有啥物款的空啊旁一毛杂，你挖出来，你中国，恁那是有杂资讯有杂封锁的。咱台湾来讲，吼、哦，咱的资讯的公开概念是绝对是不对等的。我想这个有关这详细的条文，那得卖逐项的跟大家介绍。那你看怎样解的啊？这事实上，这是拢有一挂这协议的。好，过来是讲永不得翻身的协议啊。那第十六条来讲吼，你空白授权第十七条是规定三年来袂当修改，所以咱该签的以后啦，吼、哦，等于讲那是空白的授权，后摆咱台湾的这就是这就卖生气啊，伊也是规定讲。吼、哦，咱三年来嘛未使修改，修改嘛未使，啊，这修改嘛未使低于现在的开放标准。啊，这讲起来，这款的诶合约来讲，这拢是真无公平啦，吼、哦。啊，咱来看这个吼、哦，开放的项目不对等，你看，台湾是开放哦，规项下个行业啦，吼、哦。但对啊，看关节，刚刚一个迄个啥零售业，对啊，看到整个版面的啊秘密嘛。所以咱规项啊，中国开放的项目相对的就足济啊，啊，开放的幅度嘛无对定啊，吼、哦，台湾会使讲几乎是全面松绑啊，不论你是独资还是合伙还是资本的等，拢无限制啊。但是中国对台湾的企业，吼、哦，设立重重的限制啊，地区啊、资本业啊，
吼，还是独资合资啊，职业的生物人弄加这一的啥，规范了，而且人家是每一性来讲，吼，弄各种的啥，除了这个合约的一个那个个人的另外的地方的法规啊，哦，在咱其他呀，啊，过来内容无对定啊，咱哦跨境服务啊，商业据点的设立这嘛无同款呐，哦，咱哦咱继续过来看吼，啊，跨境服务来讲，好，咱台湾并无真侪限制，但中国会使跨境提供服务，等于讲，伊公司设在中国，但是伊嘛使来台湾家做啥，做服务，比如说一个快递公司。伊中国个快递公司买下来台湾，现在台湾才提供服务吼、哦。啊，中国吼、哦，那中国对台湾的跨境服务，他大多不承认呐啊。所以讲，咱的台湾来讲，咱无在伫台湾做跨境服务，就讲你公司设伫台湾，你袂使去中国哦营业的啊。吼、哦，你赶快安尼讲起来就真无公平。你台湾，你做讲吼一个服务业来讲，你做要去遐的，你得去遐设公司，无你就干那台湾你。袂让讲干那跨境服务啊，所以台湾来讲，你就真有可能会被迫吼，死进入去中国啊。好，伊这你得爱讲了吼，你比如说，真侪像这个啥，网络购物啊、批发、医院广告、市调、技术测验顾问，这快翻译啊、快译这些啊，好，这中国伊甚至在边来台湾设公司，伊嘛赶快在咱们接咱的业务。比如说，你讲像翻译啊、快递啊。哦，翻译来讲，像即马拢嘛用网络用 email 哦，那一个我一个英文啊，你其实讲个你，伫全世界任何一个所在接电话，嘛会使做这个业务，但是咱台湾却确实袂使你安尼啊，哦，这是嘛是一个无公平的所在啊，哦，啊，过来是这商业据点的呈现呐，咱台湾大部分拢无限制，阮是中国会使往下独资合资合伙者各种在各地设立啊，但是中国来讲有条文的规定啊，哦。更大幅限缩台湾的那投资的地点是干哪啥？福建啊、甲广东啊，就干哪？咱去规个台湾，吼、哦，规个台湾是弄个啥来？啊，以去来讲，咱家可能家在谈福建甲广东安尼。当然，伊来讲啊，无啦，咱咧中国遐大啊，一个福建甲广东就比你规个台湾较大。咱安尼是合理的，但是问题是讲，我们要这个合理干什么？对哇，咱去中国来讲，咱刚才在谈一个，伊一个所在，啊，伊来咱规个台湾来讲，安尼来讲，这是一个真无地区嘛，真无公平。啊，过来是讲，像银行，咱讲银行其实是咧，这个服贸协议讲起来是一个受益组哦，是有得到好处。但是你怎个看？中国开放银行来讲，咱在开迄个啥？村镇银行，村镇银行就超像咱只台湾的啥物合作是安样，对哇？还不是这个？你讲就一个中国工商银行来讲，一个银行伊是专讲，伊迄一间银行伊个规个规模，就比咱台湾所有银行规模较大。啊，伊即摆干来开放咱去是干来在啥？哦，像村镇银行干来合作起啊，而且干来在啥？福建广东安尼啊。哦，所以这拢是咱真大的一个限制啊！吼，啊，过来是讲中国家口口声声跟马政府嘛，就讲无啦，人家中国对我们是让利啊。伊也卖讲让利，咱们咱家用想的嘛，知，敢有可能讲啊不？你是感觉讲咱台湾的政府比咱中国政府较巧笑？哦，为什么人家让利？做生意来讲，而且让利来讲，让利一定他有特别的目的。那有可能讲永远的让利？让利出的时候什么情形？哦，大概我是认为说，只有说父母对子女呀、啊。啊，那个啥讲，父母的爱那是无穷无尽。正经父母对是谁来讲，哎、啊，正经我啊，我对囡仔好，还不也不求你的回报。这种父母啊，另外一种是什么？男女朋友啊，哦，这个小姐很漂亮，我好喜欢她。我在追这个女朋友的时候，啊，你叫她做什么，我那么做啊，这有可能啊。其他那情况，人跟人之间那有可能犯咧，长久让利的情形，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啊，但是咱认为讲。中国是咱的北部哦，他会对我们无穷的爱，会诶无穷的爱，他愿意对嘛？伊讲，咱是一个水果牛啊，中国迄个啥啊，对咱那叫啥呀咧？这我感觉讲，伊讲这中国让利，这个是很不可能的情形啊。那个，咱来看中国对台湾咁进行为要让利，咱来比较的，唔是讲啊往咱往想的，我无可能讲比较中国对外签署的 FTA 来到哦，伊任何国家的程度拢比台湾较好啦。你来看吼。好、哦，这为这香港、澳门、东协、智利、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来对，哈、哦，你来看台湾来讲，哈、哦，你看像香港，这大家拢是
都是笑脸的。你台湾，你看没有一个笑脸啊？好、哦，你看这整个的排名下来来讲，好、哦，咱是安怎？咱是排第一的啥？第八名啦。好、哦，第八名是因智力甲东西，但是第八名应该虽然讲因两个，但是其实讲啊，咱嘛是得上尾啊，嘛是得属于后段班的啦。啊，中国的所谓的提供的让利来讲，对咱台湾并不讲特别的优惠啊那样哈。好、哦、啊，过来讲经济规模不对等，哈、哦，那中国。中国跟台湾的 GDP 来讲，是差38啊，因为伊太多了嘛，吼啊啊，咱的国家的迄个世界500强来讲，哦，迄个中国89斤，那台湾才6斤，所以这个整个的经济规模也不对等。你去跟迄个角度顶来讲，这个像我对下讲的，台湾敢那是一个小的水库啦，中国是一个大水库啦。你这两个来讲吼，咱的套落去来讲，你台湾现在都拢无看到安尼，哦，啊个这个。市场的自由跟公平竞争不对等呐、啊，哦，你看中国大部分都是国营事业，跟台湾大部分都是民间事业，是拄啊相反呐、啊。哦，咱台湾来讲，哦，中国来讲，伊私人企业是真少，大部分都是国营企业。啊，咱台湾来讲，真正的国营企业多不多？无在咱台湾是中小企业啊。啊，中国事业吼、哦，国营事业是用伊的啥？伊都不是用市场经济来竞争，伊拢是用啥？有一些特权，而且是政府的补贴啦，哦，这些不对等的条件都是对咱企业的，因为你变作讲，伊是后壁是有一个啥，一个国家的资金、国家的资本去来支持，啊，你台湾来讲，你用个人去搞一块，你那变赢伊，哦，所以说这是一个无公平的协议安尼啊，哦啊，像政府当然嘛过来讲，无啦，你讲像。哦，向王洗衣啊，都可以茶饮的85度C 啊，丽婴皇自然美，政府嘛给一寡的讲，我这拢去中共，哦，那做了加薪工加趁钱啊。但是这是政府讲的，但是咱正常来想，政府无安尼讲一下。其实你要求85度C， 讲是讲中小企业，但是在台湾来讲，哦，你这干嘛算是中小企业？其实他们也政府的中小企业，可能跟咱一般的中小企业。可能的观念定义是无同款，咱对啊，惊是惊讲啊，像家庭离婚啦，是讲咱巷仔口的干妈店啊，现在这一路啊，哦，阿姨讲的这几个，拢其实讲应该是拢这一路，哦，这个已经是中大型企业，台湾那个加这些啥，小型甚至是微型企业，那有材料去的啥，去中国发展，去开连锁店，咱像台湾来讲，曼都，哦，曼都离婚有可能去哦，因为曼都来讲是安怎，加大金嘛。哦，曼都来跟我听讲，哦，那个女生去烫个头发什么，一次可能要2000块、3000块，哦，啊，一年我这，啊，你那种曼都这款的公司，有来去中国遐展店去的，啊，你讲像我讲的迄、那个，阮家巷仔口迄个阿爸桑，你讲叫伊去中国，伊他去中国干嘛？伊讲会使去遐开展店，去遐赚钱，所以讲这就是讲政府来讲，吼、哦，伊在台湾那个很多像这种什么微型企业一些的，哦啊，这公司。好、哦，一共的这些，其实你看是85度C 这些哦，自然美丽地方，你较早都，伊并不是讲你政府签，你讲也让去，但是伊较早未服贸协议的时候，他都已经去了，而且都已经好，啊，为什么现在需要签服贸协议？都不需要啊，哦，好啊，中国是不是真的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哦，其实讲起来，咱对话嘛讲过，来。中国来讲，伊个国民所得才5414块美金，美国是50000几块，日本嘛40000几块。啊，这个市场来讲，倒一个较大，当然嘛是美国较大。啊，咱无爱去较大，咱无爱去介个较大个市场，甲咱去介一个较小个市场夹，这敢对？啊，第二个讲，哦，市场个消费来自中产阶级，中国中产阶级有偌济？哦，根据这个吼、哦、中国智库的个。13亿的人口里底，吼，中产阶级在偌济3000万啦，再占偌济2.3%啦。那中产阶级在占整个的人口的2.3%，所以你这块的人口结构，你那有在讲是只支撑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消费市场，这是不可能嘛？啊，过来是讲中国是，你嘛是赶快一胎化，吼，啊，你养儿无法实现，个教育费昂贵，个没有医疗退休，所以中国那边遐来讲，对。因的储蓄的观念爱比咱较爱哟，所以因中国人来讲，因即摆一胎化后摆，因的老人来讲，因的危机感是比咱较大哦。好，所以因得爱安怎？你爱，对不起，
吼，你得爱迄个啥，爱储蓄，所以你的储蓄率管的薪资来讲，那有可能讲一直消费，所以很多因素来讲，让我们知道说中国其实它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啊，所以这块的结果咱干要接受，好，等于讲政府给我们讲这样子的话，我们那个好啊，过来讲对这个和胡茂协议合约的内容，咱来再说一遍。过来讲这个程序上来讲啊，政府事前啊无跟我们过咱，无啊，完全拢无。在六月二十一签约以前，其实咱台湾咱无真少人知影，甚至到目前来讲，嘛还佫真少人知影这胡茂协议。啊，这个政府根本也无得无问过，也无迄个啥，也无宣导啊。啊，那应用的规清的行业来讲，政府也无征询业者，对产业无尊重啊。啊，因。听说上去立法院来讲，连个总说明也无啊，干那去啊叫你立法院，立法院一定就是爱通过、爱背书啊。事实上讲起来，哦，连个基本的嘛无啊，吼啊，立法院哦沦为立法局啊，哦，行政院只是干这协议上个立法院要备查啊，是搞不来各界反映下，在立法院在协议讲要逐条审查，吼啊，过来是讲，吼，双方后摆做个有纠纷的时候要怎么办？哦，这两岸吼两方来到上人担心的是讲，台商无保障啊。过去真侪案例来讲，咱台湾人，我想说，咱甲咱的亲朋好友，你讲政讲哦，政府讲讲台商外好哦，其实事实上，台商企业来讲，哦，食到经验也较侪啊。为什么？因为无人甲你保护啊，对无？啊，在这个情形下来讲，吼，全世界来讲，咱做这贸易来讲，咱的争端的签订的次序都是什么？争端解决协议跟货物。货品贸易跟服务贸易啊，所以听说像全世界人签这个贸易协议，应该是因为按这个是争端解决，这个第一优先啊，再来再讲货物，再来再最后再讲服务贸易，因为这个影响性是哦，争端贸易是自己最迫切的啊。货物来讲，就像对啊，开始就讲货物来讲，伊的应用来讲，今仔来讲做有问题，咱就使停止进口，马上就使啊。服务贸易来讲，迄是签了了，迄个不归路都无咋了，迄个啥？无再回头啊！而且刚才像咱大家讲哦，这个很多女生哦，怀孕的时候都很期待说什么小孩子赶快生出来。但是囡仔做生出来，我讲囡仔得差得考一下哦。如果说还没有生多好，但问题是什么塞得回去吗？够可能不可能啊？好、哦，那我们贸易服务贸易协议就讲，你做开放类去应用的打击到咱这市场说应用的，还是讲伊遐人入来的时阵，你不是讲要赶回去就赶会回去？所以讲咱这个这。哦，政府来讲，完全是无按照人在世界的惯例来。你政府要签，你嘛是爱循序渐进，安尼开文件。啊，咱政府是斗头做啦。啊，当然这斗头做，咱嘛是真怀疑，就是讲这政府是安那样嘞。这讲起来，这任何你一个政府有遐侪学者、遐侪专家来讲，这些都是一个国际惯例。你为什么不按照这样子做呀？啊，就是讲。一个就是无能啦、啊，因为另外一个就是讲，咱唔知讲伊的另外背后的动机是啥会啊？哦，啊，咱这个看讲争端解决必须要有第三者仲裁，全世界来讲，吼、哦，你国际贸易上来讲，这种有纠纷的时阵，咱一定是要找一个第三者来迄度啊。就讲咱一般来讲，咱个人来讲，我甲某一个人，阮两个有纠纷在冤家时，咱无咱找一个公亲啊，找一个士大来讲一声，对吧？伊讲一条。啊，所以当全世界拢是用一个啥，一个 WTO， 已经全世界已经有这个 WTO 这个组织，而且台湾甲中国拢是 WTO 的会员。其实咱有纠纷，咱就去遐解决就好啊。啊，不是啊，咱只要搁签这个服务贸易协议来讲，是咱家讲，咱两个无咱两个私下讲讲的就好。哦，这事实上讲起来，这是对咱也较无保障的。而且咱知影讲，较早甲中国来讲，哦，这个协议的内容拢无效啊。你像较早。哦，两千零八年，咱有签只食品安全协议啊。甲今仔来讲，咱看只有迄个啥毒奶粉的受害者对无？甲即马中国够赔的嘛拢无啊。哦，所以你讲没有一个第三者的一个力量，甲透过这协议来讲，这是足无保障的呀。哦，啊，过来是讲哦，有人是讲啊，无即马变安怎？都六月二十啊，政府都刚签吗？啊，无啊，都个甲像讲，咱就安怎？那都。早嫁都硬人啊，无变安怎，无结啊，还是古早。古早来讲，讲啊，时代人甲人讲，古早是讲子父为婚，迄有的囡仔未生出来，时代人都啊，都讲啊，无进来做生，一个查甫，一个咱就后摆咱就来做亲家，做亲戚啊。啊，咱即下想起来，迄是古早有这观念，你即摆咱讲在接受这款的观念，
哦，即摆你讲在你可以，咱大家拢应该是咱大家拢做许许多，咱讲在当帮我们的小孩子讲，哎，你谁跟谁去结婚？无可能啊，对不？啊，就是说，就是真的讲，一个订婚的，感觉讲无好的时阵，咱感觉讲，哎，今天在结婚之前来讲吼，感觉讲，哎，这个如果说啊，今天我这个查囡刚订婚，啊，我感觉讲这个查甫讲爱啉爱播来讲，我会做什么选择？宁可卖给嘛，莫去伊度，嘛莫去嫁这款嘞，对不？是不是安尼？即摆事实上，大家啊，咱即摆讲，虽然讲政府已经刚签啊，但是像讲你签啊以后，咱就爱全部买单，唔是安尼？咱即讲，吼、哦，任何一个国际协条约的签订，唔是讲政府签的，就是一定得要经过啥国会通过才生效啊。哦，像美国、韩国那 FTA 2007年签的，嘛过五年以后才生效。所以政府啊，咱骗讲啊，这签的一定要什么？无人咱国际无信用，无啥。其实，迄拢是你凊彩讲讲的。吼、哦，你闹够这款的迄度，较早是讲啊，指腹为婚，啊，我都时段了都讲讲好啊，无袂使你一定爱嫁伊。即摆无闹安尼，对无？即摆来讲，这咱即摆观念就讲无好来讲，咱爱迄度就爱去，爱重新来就爱重新来啊。啊，咱即摆当做啥物会？咱即摆就是讲立法院即摆的。基本的16场的公听，咱大家爱大声出来表达咱的意见呐。啊，过来是讲啥？咱即个立法院是倒一党的立法委员上侪，国民党的啊，对不？啊，国民党其实讲起来，他们你进行未来过有没有能力？他们有能力哦。啊，咱其实讲起来，咱得要想办法让这些立法委员，因为立法委员是啥？立法委员嘛来算的呀、啊，对不？咱要让这些立法委员他们知道有压力。哦，你这袂使讲干啦哦，为了国民党的党义，你来违背咱的迄度，吼、哦，咱得爱大家来支持迄度安尼，吼、哦，咱共同吼、哦、来奋斗来组织的这不平等的条约啦，吼、哦，这是我感觉讲，这是咱今仔日利用这正短的时间，其实讲嘛袂使讲正短啦，其实各位能够这样子安尼弄很聚精会神，其实讲啊，这已经是不算短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的，记得这服贸协议。啊，因为服贸协议这事实先讲起来，这是一个较经济性的问题，但是伊背后来讲是一个啥？哦，这是牵涉到两个国家的迄个啥？哦，诶，一个主权的迄度啊，尤其是到中国，伊主张确定要已经触统，因为用经济来促进的这些哈，哦，已经逼政的这个方式来。用经济来解决到这政治的问题的时阵，咱要更高这个警觉性啊！吼，这个签对来讲，吼，伊唔是讲讲经济的问题，伊是会影响到咱规个台湾的这基层啊，稳定台湾这基层生活的，而且稳定的力量的一个正大迄种安尼。吼，这是我跟大家做一个吼简单的报告啊。这个唔知大家有啥咪的，我们可以有最后一挂 Q&A 的时间啊呢。弄不的话，我再讲一个笑话好了。好像当校长很喜欢讲笑话。这咱杂工，这个当做好定了哈。这很多小女生、小妹妹是不是弄都有那个办家家酒的都有玩过办家家酒嘛？他说听说就有一个姐姐跟一个妹妹两个在玩家家酒啊，他们两个就在演。啊，玩那个什么学校的生活啊！啊，姐姐就说：“这姐说啊，我当老师，妹妹就当学生。哦，两个玩得很高兴。好啊，那这个时候有个更小的弟弟来哈，啊，看两个姐姐玩得那么高兴，说他也要玩呐、啊。那妹妹就很伤，就问姐姐说：弟弟也要玩，但弟弟什么都不会怎么办？啊，姐姐想办，对啊，真的弟弟什么都不会怎么办？啊，我得帮他办，这样子啊，弟弟什么都不会，就叫他当校长好了。好，啊，这。”因为这个当校长的话，这个在很多小朋友的心目中，真的好像校长什么都不用会，好像是反正是老师比较需要会啊。然后同样的，在今天来讲，真欢喜啊，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利用这暗时时间、正短时间来讲跟大家见面啊。然后哦，就来讲就讲一个这么严肃的话题，就讲咱台湾的这经济，尤其面临的讲这个服贸协议的这个问题啦。哦，然后这讲起来。我个人是认为是足严肃、足重要呀，但是这个问题要解决来讲，就是讲爱靠咱全面的力量，咱大家爱有了解。因为如果说咱无去关心，哦，才有可能来讲这个服贸协议安尼就怎通过？啊，签对了后，伊的应用可能是明年、后年，甚至几年以后
会应用到啊，应用到啥啦？哦，这不是我讲应用到，应用到咱的生活呢。来，请嘿。该怎么做来讲？对象讲，就讲吼，咱第一来讲，就讲吼，咱要适度的表，要关心这件代志呀。吼，对象讲的，一个讲，我看你大多来讲，你迄、那个。你的选区的立法委员，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甚至台联，你咱来加清楚的来讲啊，这个事情对咱的影响是很大。咱希望的讲政府爱很慎重，因为咱只阿讲吼，这个有一个生态问题的吼、哦。你讲警那个什么警察怕什么？警察怕立委对不对？啊，怕议员，怕民意代表。啊，民意代表怕什么？怕流氓，对不对？啊，流氓怕谁？怕警察啊，这是建立一个生态链啦，啊，所以咱这个民意代表来讲，其实应该是会重视我们人民的意见这样子，嘿。啊，政府换掉对啊，这嘛是一个迄落啊，但是就是讲哦，这咱的目标有长期的目标，有短期的目标啦，哈，长期的目标当然。咱希望咱是要建立是一个，吼、哦、一个有尊严的生活的国家的、那個，这当然这是咱长期目，但是在这长期的努力的目标意境啦，吼、哦、咱因为这服贸协议这个如果过的话，这应用的可能这是真紧，这可能是短短三五年来的时间，吼、哦、就会改变的咱台湾的经济生态。你要像我个举一个例来讲，像咱台湾咱会记咱囡仔时，咱是不是厝边头拢有一个干妈店？即嘛，巷道边有干妈店，很少。为什么 ？Seven Eleven 啊，全家啦、啊，这个便利商店卸得起，就拢，迄你一寡三干妈店拢收起啊。后摆服贸协议签得了后，真侪中国来讲，伊个，迄往个伊个国家的资本来讲，卸得了，咱真侪有一寡产业可能就会转无去安尼。哦，这是一个，咱往咱身边的一个例来看，咱可以预期应该是安尼。哦，啊，这点是。应该是无冲突的啦，吼、哦！咱为咱的台湾，咱的国家，咱爱努力，这是绝对是这个方向是在路。但是咧，这个过程内底，咱一寡短期会应用在咱的生活，咱吼、哦，因为国家来讲，应该是全面性的，不是只有某一个。其实经济、文化、社会，各行拢是值得咱来关心的，吼、哦！因为你一个政府，还是讲一个国家来讲，你只是讲无在了讲，哦，全面性去考虑来讲，其实。是会有问题啊！哦，这是我个人对于哦国家的一个看法啦嘞。这个哈、哦，这个其实是很难呐、啊。哦，等于讲，所以讲，你换政府来讲，等于讲，除非换政府来讲，我们有几种，那第一的讲，咱是用革命的啦，用革命来讲，咱就是把这个政府较早以。地外靠的拢无伊个啥，咱都把它推翻掉啊！啊，你如果说只是说换政府来讲哦，很多你看，因为咱一个较现实一个思考就是讲，你任何一个新政府的成立，你是不是赶快需要世界的承认，对不？啊，你世界的承认来讲，真侪国家你换政府，你讲因会有一个都会有一个动作，就是讲哦，对外的条约他们还是尊重啊，哦，除非就是讲。你这个条约来讲，你讲像较早迄个啥，吼、哦，迄、那个希特勒，你德国来讲，你他们的德希特勒一出来取得政权，伊就扣下，他就要撕毁，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签订个凡尔赛合约，伊诉求的我要把撕毁凡尔赛，撕毁那个凡尔赛合约，啊，当然伊款那时候，但是迄是等于讲，伊迄是摆明就是讲，要过来，要伊有这个决心要过来。来接受的另外一处的建军啊呢，好，但是这个不是不可能，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柯林，我们如果或者能够预防的话，最好不要等到那时候啊那样，好，因为啊，对哦，好，因为咱今仔做咱唔知啊，对唔知啊，但是咱做知影来讲，好，咱总是说咱来尽力啊，啊，尽力如果未使，最后一行政府上尾啊，咱讲我们就是说要不承认这些国际合约，这个我很嘛是咱一个现象，但是等于讲，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迄种爱较久的代志啊咧，但是咱的生活可能我们不需要说，哎呀、啊，好、哦，这咱拢会当来努力的所在啊咧。
啊，真欢喜，就是讲今仔日当个迄个啥，我的时间是还有几分钟啦，吼、哦、啊，来请。硬要通过哈，是安尼哈，因为这个对只我讲过，就是讲，当然嘿，因即嘛是安尼哈，对只我讲过，那是伊在想，政府马人讲啊，我现在签的都已经签了，我对毋是讲，即卖观念毋是讲较早的，毋是讲较早咱讲啊，可以父母指腹为婚啊，讲了就是啊，不你这查囡就一定无嫁伊袂使，即卖你咱即卖讲安尼来讲，会不会被人家笑死？哦，你讲像我有查囡，你讲在我以后叫我女儿要嫁谁，干唔在咱做父母去做决定？无可能嘛，一定我们一定会尊重小孩子他的哦，他喜欢谁嘛？那唔是讲哦，我帮你做决定啊？起码是这个对国会他的问题，但是就是讲吼，我个人的想法是安尼啦吼，因为不，我个人倒不是那么悲观啦，伊起码。6月24，咱的政府跟人签，跟中国签以后，对无？所以为什么你得会发动国民党会发动九月战争？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讲，这个服贸协议他们一直要赶快要让他担心的，起码你换伊王金平一直没有办法有效执行这個，所以伊有这個急迫感啦。啊，起码来讲，我是感觉讲，咱只要讲，我们让这些立法委员拖到，因为咱这个会期，你看伊这个会期是干，哦，下个月到一月份就结束了。这个会期如果说让他不要过，下个会期来讲，哦，因为咱每年你得有另外一个是七合一的选举，如果再有选举的压力之下，哦，我是相信讲，国民党应该会比较有顾忌啊，因为他如果说硬要杀鬼来讲，哈，这可能来讲，这到时阵一选举一可能，哦。这个，因为只要有选举的时候，这政治的氛围，这政治的话题的，他们就会比较顾虑。所以我也刚刚说，那基本上很关键的是说，绝对就是说以拖代变呐、啊，啊拖到明年的以后，哦、如果说真的是个该主张全民，该主张说要逐条审查来的，也有一条是说，如果说有什么不对的话，是可以重启协议呀、啊哦，所以这个其实是还有机会呀、啊，不是说完全都没机会，哦啊，对下来讲，这个急迫感来讲哈，或许还有几分钟，我讲一下。这其实讲起来，为什么咱的政府会这么？因为咱也算讲讲主吼，马英九执政以后来讲，基本上所谓的加者，咱国民党很多，他们都是很多要到中国那边取得这个代表权呐、啊。那他们如果说能够说，像基本上如果服贸协议那签了以后，做这样就通过以后。因就是讲，后摆，因也未必台湾的买办，后摆台湾现在他们说了是算啊？为什么你这边才紧张？就是讲，因为这边来讲，他们跟他签了以后，但是在台湾来讲，他并没有那么顺利，所以中国也会开始想说，你这边来招中国的，你这所谓的太子党、太子帮家，你们是不是代表台湾？哦，这因都有这个压力啊，所以说他们会一直很强烈的要很快的，这是咱文化的情况背后上为什么？咱加者咱讲起来这道理，咱经常咧讲，咱拢知道，他们以他们的智慧，无可能拢唔知啊。但是他们可能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加者的动机，哦，就是另外的一个动机论呐。哦，他们如果说能够说中国一寡代志能够他们这边能够很顺利的完成，就以后来讲。哦，他们就代表说，他们跟中国谈判的时候，哦，他们就有代表权这样。啊，咱起码台湾来讲，咱不能让他们有这个代表权那里。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来请嘿。嘿。在我个人的认为啊，嘿，不晓得对不对？是。如果说是把国民党没有了，嗯。对，那我们的台湾政府来接掌，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马英九跟人家签的，我们可以不配合也不承认。不承认，可以啊，哎呀、啊。那我觉得只要说，香港对不起啊、哦，我如果有讲错，请多多指教。假设说有你当校长的能力啊，来跟学校学生来讲来宣传。希望我们如果要好，要
要可以把你刚才上课的这些问题，红帽的问题哈，要很快的我们改善了，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经济也不要受到这个红帽的来伤害嘛，啊，恁学生，恁的学生呐，赶紧入来探讨这法律，内底的代志。啊，吼！因的家庭拢会当嘛来认同，是赶紧的，台湾政府赶快起来，这样不就很快吗？对。啊，我不想这样子，可不可以？对不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对，因为我认为讲吼，你讲的，你刚才讲说不晓得你会不会说错，我觉得说你说的都对啊。其实这个也是我现在正在一直在努力在做的，好，这其实。家长是真奇怪啦，哈！以一个公开一般来讲，当老师的，甚至是当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通常都比较保守啦，哈。那学生最听老师的话。对，那是没有错。这个其实不要说老师，甚至来讲不要说，我相信说以我来讲，我没有说我敢拿工，我请我今天能够来这里跟各位见面，我想我讲的这些。我只要我做的，我不用说，我想学生很多就有很多的鼓励啊！啊，但是我认为，这就是讲咱台湾来讲，哎，大家要慢慢来有这个决心，大家从各种方面做出来啊。其实咱台湾来讲，我个人是认为说，台湾现在我不晓得你们经过刚刚前几个礼拜，我认同自己是台湾的人已经有70%啊。不晓得你们记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所以其实讲起台湾来讲，吼、哦，是正经讲起来，你讲台湾的认同，台湾的认为我家己是台湾人来讲，这个已经都不用再怀疑。但是即摆目前来讲，就是讲安怎，那要怎么样子把这一个力量把它呈现出来，或者是让大家讲出来？哦，因为讲起来，咱不可否认的，一共咱那个真侪人来讲，可能会有各种的因素啦，哦，可能。他认为说我是台湾人，但是就讲没有一个很积极的说，有啊，那但所以你这样讲，迄个我是真赞成的，讲我们尽量在各种可能发挥的地方，我们大家把这个观念哦宣扬出来，哦啊，这胡茂协议这一个只是一个政府来的一个法案的一部分，我把它因为。今天来讲，总是不能够跟很天马行空的来跟各位上经济学概要，或者是说什么总体经济什么开销，总是要讲一个话题安尼啦，吼。啊，无其实讲起来，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啊，我个人是，我是赞成啦，而且也跟各位报告来讲，其实我也一直都在这样子做了，啊，在台湾来讲。这个时间已经到，但是我感觉讲，或许这样讲起来有点矫情啦哈，但是我感觉讲，为什么要来做？我感觉讲，我较早我迄个啥，我是民国84年的迄个啥工会留学考试去美国哈佛大学呀，啊，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哈佛大学的时候，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啊，你安尼，因为第一个。跟哈佛大学也有关，以前我看在做会计师的，哦，又有专业，而且语言也没有障碍，然后，哦，很多人讲说啊，你要不要申请美国的绿卡或移民呐，啊？哦，很多人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很热心帮我找律师，啊，说凭良心讲，所以说可能像我太太都还有点心动啊，哦，那就他们说以我如果当时以我的条件去，应该是顺位可以排在很前面呐，啊，啊。但只是到后来，我是觉得说，我还是在台湾了。就是请问太太公，我这个人一辈子念书都别人出钱的了，哦，那不能够说念完书就留在美国这样子啊，哦，因为我小学读国民小学，中学读国民中学啊，啊，不然读台北商专那个也是公立的，其实那个学费也很低啊，啊，一个学期的学费才1000多块，等于那个也是跟国民教育也差不多啦。那我虽然当大学校长，但是真的我没有念过狭义的大学啊。我本来我是台北商专了后，我是用同等学历直接念中山企研所。念中山企研所，一学期的学费多少钱？各位知道吗？65块。啊，因为那国立的是研究所是不用钱，65块是学生保险。啊，后来要念台大博士班，那时候是
学费是比较贵，多少钱？变95块。但是我那时候公立学校大博士班的话，一个月还可以领15000。好啊，然后后来博士班台大博士班毕业以后，我是去哈佛大学，因为我是考那个公费留学考，哈佛大学那就很贵呀、啊。哦，那个哈佛大学开始要求，我干嘛我告鬼呀？他几年要好几十万呢、啊。但是因为那是公费，所以等于是政府出，所以我太太后来是跟我讲说，对呀、啊，你这样决定，她被我说服，她也认同，她觉得说，啊，你要鬼气养龙把人，她还开玩笑跟我妈妈讲说，啊，你像这款的囡仔，你也是给生鬼呀，好、哦，拢伸手啊，他读册也拢免你出钱啊，现在，好啊，只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啊、哦，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是认为说，我们大家只要把这些想法，啊、哦，所以都出来，后来在学校来讲，当校长以后。哦、我想我是很认真很努力的要把这个学校尽量的把它啊变成让大家多一点台湾的这种意识，台湾的感觉啊、哦、那这个是大家要努力的，当然我还是有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最少我会继续努力这样子。好，谢谢。好，我知嘿，我怀疑嘿。是嘿。好，谢谢。我想很高兴啦，这时间啦差不多啊吼。当老师的话，你干嘛讲？最后讲一个我的心得啦，就讲当老师以后，上课如果没有准时上课吼，都不用担心学生会不高兴。但是没有准时下课，你也发现说学生都有点坐立不安，好，所以一定要养成准时下课啊嘞，哈。阿内哈，哎呀、啊，是呀、啊，谢谢哈、哦。我想今天真的很高兴，大家有这个缘分，阿内，阿咱大家为台湾大家努力打拼，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好，请起立。